你是天底下最清楚你儿子的人，你说我是个废物，你妈的对极了！我没办法弄死李俊宇，居然还赔上了你未出世的孙儿的一条命，真的很没用，太没用了！哎，既然你知道我这么没用，知道我这么窝囊。 为什么还要留下我为你报仇啊？这不共戴天的杀父大仇，你叫我怎么报？你叫我怎么报？人家有皇上撑腰，我呢？我有谁呀？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？ 故意叫我活不下去吗？爹，报仇这件事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爹，我错了，我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。爹，我发誓，别说是一条性命，就算是赔上所有无辜的人的性命，我都要让李君玉，那个狗皇帝，不得好死。 不得好死！爹！自大败乌必凯以后，再无外寇轻言进扰。 边关安定，边防无事。臣以为，值此大好时机，应该下旨裁减兵员，遣将士往返原籍所驻之地。此举既可减轻国防军务之耗，也可增强地方农务之力，实是一举两得。臣恳请皇上，臣等恳请皇上以龙体为重。 郑爱卿，还有何事上奏啊？臣有事禀奏，皇陵将于日内竣工，有关太后大祭之事，事资重大，臣不敢妄下主张。若干事项还要请皇上定夺。郑爱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微臣身为太后亲侄，很想为太后尽最后一点心意，恳请皇上恩准。 由微臣督办太后大祭一事，微臣定把大祭办得妥妥当当，不失皇上孝义之心，也不失太后母仪天下之遗姿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也不枉太后对你关爱有加。准奏。谢皇上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微臣一时不慎，从马上摔下来，弄伤了。 还请皇上保重龙体。身上小恙并不让朕痛苦，真正的痛是痛在朕的心里。血了！快传御医！快传御医啊！快传御医！快传御医啊！快传御医啊！皇上，可否让微臣为皇上搭搭脉？皇上大可不必惊慌，刚才所咳出的血只是咽喉之血，并非来自脏腑。有爱卿在，朕就放心了。 这样吧，皇上可否给微臣一个时辰的功夫，让微臣为皇上驱除心疾？今日朕身体有所不适，退朝吧。臣等告退。皇上，自可安心闭上眼睛。皇上的龙体并无大恙，只是精神气流通成乱象，显然是心疾所致。正所谓一心为体，七情为用。人若是被七情所困，心有障碍，则精不通神，神不连气，气不贯精。微臣 现在就是要为皇上打开心窍，驱除积淀已久的愁绪。这是什么香？好香啊！朕闻了，觉得好舒服。啊，这是西域的迷迭香，它是最好的领路人。不管他要带你去哪里，皇上都不用担心怀疑。 他会带你去你最渴望去的地方，带你去见你最想见。 因为爱过才会有痛，今日的伤心正是昔日快乐的见证。你应该记住和珍惜那曾经有过的爱，忘掉那些让你伤心的痛。二哥，快来救我！二哥，二哥，快救我！救我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用着急。我快被淹死了，你不能袖手旁观的，快救我！二哥，快救我！ 皇上，皇上，二哥，二哥，快救我！皇上，皇上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二哥，二哥，快救我！我不想死，二哥，快救我！我不想死，二哥，快救我！ 大人，皇后娘娘想请问皇上何时回宫？她要为皇上准备晚膳。啊，劳烦请回去禀告一下皇后娘娘，就说皇上今天龙体欠安，要在这里静养一下，有微臣在身边伺候，请皇后娘娘不必担心。有厉大人在就好了，我们回去复命便是了。 等等，你不是侍奉太后的宫女吗？是皇后娘娘把奴婢要过去了，奴婢现在伺候皇后娘娘。王爷，你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什么事，只是觉得眼熟，随便问一下。去吧。皇上今夜在偏殿静养，厉大人会在皇上身边伺候。和厉大人在一起，笔墨伺候。是。皇甫将军，皇后娘娘派我送来一封信。好，多谢。少华，厉君人在宫中越久，皇上亲近之心愈重。当此情势，唯有一人可挽狂澜于未当。少华。 你自幼熟读兵书，应知兵贵神速，错失时机，必致一败涂地，其实后悔莫及。此时此刻，莫再迟疑，否则误人误己，抱憾终生。想见你，你就在这里等了我一个晚上。李俊，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，我们该走了。难道我们现在就离开吗？那你觉得现在还不是离开的时候吗？因为这几天我在给皇上用药，希望能打开他心里的郁结。 帮他度过这最艰难的日子，可是没想到，我发现真正困扰着他的，是他从小到大在宫廷争斗里遭遇到的打击。所以说，你决定留下来帮他了。我相信，我有能力帮他走出这个阴影。丽君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这样糊涂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宁愿留在兵营里？ 也拒绝入宫了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比战场还要凶险可怕。在战场上，我面对的是敌人；可在这里，要对付敌方的反而是笑脸相迎的自己人。踏进战场虽难免血流成河，但那是为保家卫国；可是在这里，血流不息，只是为了权力和欲望。 如果你是那种追名逐利、贪慕权贵的人，我不会劝阻你。可是我知道孟丽君是个怎样的人，你根本不属于这里。这里的确是一个人心难测的、凶险的地方，但是我不能因为害怕而选择放弃。我不想功亏一篑。 我相信你，但是你实在低估了他。千百年来，这个宫廷积聚了多少人的贪念、欲望和仇恨？它是一张你无法逃离的网。2天后的晚上，我会在渡口等你。你来，我们一起离开。见不到你。 我会明白你的决定。我需要的是你真心的决定。你就这样站了一整夜，有什么想不通的事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映雪，梁丞相每天穿着这身官服上朝，数十年来风雨不改，难道他从不觉得厌倦吗？ 义父一辈子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。他每天上朝能够做符合心愿的事，他心里一定是开心的。圣上龙体为何？今日不上朝，诸位大人请回吧。李大人，这几天你一直和皇上在一起，龙体仍感不适吗？下官也觉得意外。李大人，圣上有旨，请你速到偏殿。 参见。你真的要走？是。皇上怎么知道的？今天兵部呈上皇甫少华的奏折，他要辞去一切军衔，解除所有军务，这不就是要离开京城吗？他要走，当然要带你一起走。是，臣不敢隐瞒，确有此事。你哪也不许去！ 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留在朕的身边，留在朕的身边，你可以大展宏图。你不只得到快乐，还会得到朕最大的宠爱。你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皇上，臣不能留在朝廷，臣的身份还怎么面对文武百官？臣早晚都要走的。朕都明白，朕不惜一切要你恢复女儿身，让你堂堂正正在朝为官，朕会让你拜相封侯，成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样你就不用走了，对吗？你误会了，皇上，你误会了，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还不愿意的话。 朕就让你当皇后，让你来当皇后，让你来当皇后。皇上，朕让你当皇后啊，当皇后。皇上，君玉。皇上，现在什么都别说，什么也别想，好好的把心静下来，想一想。如果这样下去， 你不是逼臣留下，而是在逼臣去死。皇上，人之相遇，皆一个缘字。君与今生有幸，能与皇上君臣相处。 这个缘分实在是来得不易，举与医生都会珍惜。皇上对君玉的心意，君玉心里明白。我会把这份情深深的藏在我的心里，希望皇上也是一样。臣刚才冒犯了皇上，罪该万死。臣告退。孟丽君，这已经失去太多，不想再失去你。你听着，只要你答应留在朕的身边，朕才会离开这里。要不然，朕就永远待在这个只属于你和朕的大殿里，永远都不踏出半步。苍天为鉴，朕绝不食言。怎么了？皇上把自己关在了偏殿，不肯上朝，除非我答应不离开，一直留在他身边陪着他。啊，我只想为朝廷尽一份心，为百姓做点事，为什么就这么难？映雪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连自己的去留都没法做一个决定。丽君，你又叫我怎么告诉你呢？看来，普天之下的所有女人都逃不脱这个情字。其实是爱，如果没有爱，也就没有烦恼，就没有恨。圣上龙体为何？今日不上朝，诸位大人请回。上朝议政乃天子之职，岂容随便贻误？王公公，你再去恭请圣驾。哟，大人，你这不是要奴才去送死吗？今天我们要见不着皇上，通通都不走。对，各位大人，皇上不上朝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哎，不要再为难王公公了。当务之急，应该是怎样才能把皇上从偏殿请出来？我看这件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厉大人，要看你的喽。忠义王爷，身为臣子，皇上的事情就是众大臣的事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放在我厉君玉一个人头上。因为皇上是跟你厉君玉独处偏殿之后，从此闭门不出。你究竟在偏殿跟皇上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把皇上逼成这个样子？这件事不由你来承担，那该由谁来承担呢？ 厉大人，你要是得罪了皇上，就该负荆请罪。厉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得赶快认错。你得认错，你身为臣子，不为皇上分忧，反而惹皇上生气，你太不应该了。就是啊，厉大人，你快去把皇上请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别想再踏进金銮大殿一步。快去，快去呀！说的有理，还是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厉大人。 你有全好的，耽误了多少功夫？孟丽君，朕已经失去太多，不想再失去你。厉大人，听朕，只要你答应朕，留在朕的身边，朕才会离开这里。要不然，朕就永远待在这个只属于你和朕的大殿里，永远都不踏出半步。 苍天为鉴，朕绝不食言。是君玉吗？孟丽君，现在你把这扇门打开，你从此就要留在这里。 永远失去皇甫少华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彩娥，徐公公，什么事啊？我刚听到一个消息。 你外婆病得好像很重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外婆年纪又大，家里又没有人，谁来照顾她呀？有一个在京城跟宫里做小买卖的商家，是你的老乡，这几天他就要回家了，你就让他带点银两回去，给你外婆治病。嗯，上次有皇后安排，这次。 我怎么出宫啊？帮人帮到底，我这儿有一块出宫腰牌，可借你一用。不过你要记住还给我，千万别丢了，不然的话我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公公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东门顺德坊有一个挂红灯笼的酒馆，你去那里等一个叫林义顺的人，说是徐公公叫你去的就成了。是。 王爷，按你的吩咐，奴才已经把事儿办妥了。嗯。嗯，谢王爷。银两好好的花掉，把嘴紧紧闭上。是是是是。记住，在皇城里死一个宫女和少一个公公都是很平常的事，谁也不会过问。奴才明白。我会记住。 你们的每一张脸，领着你们每一个人走上战场，这不难。但是，带着你们每一个人平平安安的回家，这才是我皇甫少华最自豪的事情。你们是朝廷柱石，家之栋梁。有你们在，才能确保千家万户的平安。 我要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成全了我皇甫少华的梦想。当一名真正的军人。拿酒来。 各位弟兄，皇甫少华，敬你们一碗。丽君，这是最后一次替你梳弄这样的装束。离开京城，从此你就可以做回你的孟丽君了。嗯，我要做回我自己，跟丽君玉永远告别。其实，我心里最放不下的，就是你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会哭的。 要笑着送你走，因为你是走向幸福。没想到我还是忍不住，我真的没有用。你听我说，我肯走出离开京城这一步，我才知道，幸福就在眼前。你也要拿出勇气去追求幸福，既然心里一直放不下的。 你就应该想明白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才是他真正需要的。不要让他再沉浸在仇恨之中，不要让他再踏错一步路。去找他，用你的爱找到幸福。嗯，我走了，嗯，保重。 谢谢你，丽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徐公公说的那个小宫女吗？我就是在等你，大哥，这次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啊！没事。过来看看，快！我也不呀，不如今天陪我喝到天亮。 两个醉鬼，别管他，让他喝，喝死我！咱回家睡觉，走吧走吧，我送你回家啊！我喝，我走，走啊！这，可不能小丫头跑了，怎么回去跟小王爷交代呀？赶紧给我找去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是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哎，小妹妹，小彩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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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娥。 荣发，快去附近找止血急用的药来！快去！哦，好。彩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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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彩娥，彩娥，彩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告诉我啊！他们骗我，他们要杀我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谁？忠义王府的邢氏爷。 他为什么要杀你？是王爷叫他杀的。王爷害了太后，还跟梅妃在一起，被我看见了，他就要杀我。丽君，就这么走了吗？沙皇，我还以为你走了，不理我了呢。我说过在渡口等你。 是要和你一起走，不是想把你一个人丢下。况且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那要是我没来呢？你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少华，如果我这一次不能跟你一起走呢？